啊，一年一度有这个火把节，大家一起来放火狂欢呢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在柬埔寨还有一种煮法，称为必杀煮法。杀？要怎么煮啊？好端端的房子，你挖什么洞？晚上来约会。哦，然后晚上约会，你把洞挖出来之后怎么约啊？初二晚间10点，三立智慧台30频道，世界百科，奇峰异俗篇。